这个是你小时候吃的锥锥。我想要吃这种的。那个是要泡捏捏的。哎，羞羞的妞，哎呀，吃锥锥哦，没有的嘛，那个是老板的，不要拿哦。可是我想要吃锥锥。哦，好。刷马桶。没有，这只锥锥给你吃，这是草莓口味的。赶快拿吃这个，这个嘴嘴给你吃。人太奇怪了。那个是你给你洗澡的啦，太阳公公出来了。哦，你要再穿一个布布，对不对？你看前面还有什么？前面哇，好像很多东西耶。是啊。赶快转过来，这里有什么？哦，哦，赶快躲起来。哦。这里有很多牙刷哎。对啊。哦，我们那一天。爸爸，我有看过这一个的。我们那一天有买这个牙刷，对不对？对，哪一天？就去家乐福啊。我没有小丸子的。然后，这里有手电筒。手电筒。嗯。砰砰，砰砰砰。没有。没有。你把这个要装电池吗？对啊，这个还有副充电器耶。嗯。哦。副充电器。还有手电筒哎。咦，我的手电筒你有没有还给我？啊？可是那个没有，可是那个不会亮的。这里还有延长线。可是那个不会亮的哎。是吗？对啊，我按的时候不会亮。不会亮吗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还有一个，我要买一个延长线呢。延长什么？爸爸，这个是延长线，这里。我买一个这个就可以了。这个是轮胎呀。这个有多长啊？啊？一这个有多长？嗯。我刚才说嗯。这个有。嗯嗯大。有嗯嗯大。他没写几米的，几米？六尺，一百八。哎，姨，不要抓我的裤子。嗯。这个是轮胎吗？好像不是哟。那个是电线。电线。是。嗯，有太多东西了吧？